大家好，现在推荐分享 Richmond American 在 Cadence 的第二套样板。这个是三房两点五浴两层两车库，2040次的，开价558621。七月交楼有一套，带前院和前廊，这个要价肯定是高了。可以砍价，根据市场情况吧，因为它上一套大了差不多300次，价钱差不多少，所以这肯定有的砍的。这个一楼没有房间，有一个半卫客餐厨开放室，后院是带凉棚的。这里的 lot size3500到3900，边边就大一点。这个小区里有几套房子是有 strip view 的，就是看赌场大道的景观，看得很漂亮，很好，都能看见。还有的有三景，多多少少吧。Cadence 就不用说了，很美很美，全都是 parks。大小的 trail， 小区里边犄角旮旯的也都是花花草草的，出了街就更是绿化，好美好美。小人行路啊都是有绿化带的，就是树啊花啊什么的，规划的特别好。它有的升级是做了抽油烟机的，有的是微波炉抽烟这样子，有的橱柜是白色，有的是咖啡啊这样的，有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是黑色，有的是银色，就细节有一些不同嘛，所以每个 lot 那个价钱多多少少有一些出入。一楼的 pantry 也很大。Richmond American 这个 builder 是去年全美排名第五，好像卖了9600套房。第一名 D.R. Houghton 86000，全美。Anyway， 他们的房子 ，Richmond American 的房子很 decent， 底角线都是很高的，然后基本上每个房间，你看衣柜也有窗，洗衣房啊。厕所呀都有窗，细节做得很好，门高也都是8次的，挺有面的。一进去它装修升级的部分，你看那主人房是不是很多窗很亮的，装修升级的部分呢都是很时尚的，紧跟潮流趋势的，所以住在这房里，你看那个大的淋浴间很霸气吧，出品很高，可以这样讲。50多万全包，还是 make sense 的，又在那么美的社区，可以参考西南区西北，一样大的房子，一样大的房子包了装修升级以后都是卖多少钱，再对比一下环境 location 什么的，看看自己要什么吧，还是那句话，大主卧。三个房间都在楼上，一个主卧，两个客卧。它的客卧 size 都是可以的，挺舒服的，活动空间。洗衣房也有床，就是亮堂。基本没什么死角吧。小区卖的7788的了 ，HOH 才55，那么美，正在建什么体育公园啊、运动公园啊，反正锻炼身体的地方多了去了。遛遛娃遛狗的地方多得去了，环境是真好。
喜欢吗？喜欢请跟我联系702-635-0787。现在他们有很好的 incentive， 就是优惠。如果是六月交楼的，选择六月交楼的 lot， 你可以拿到不少的优惠，贷款的优惠， clothing cost 的优惠。细节你可以来问我，因为他们也是经常变的。反正六月交楼优惠很好。